王力宏再来，坚定相信，活力全开，改变世界。Trump 当选之后，然后还有 Brexit 之后，把人搞得四分五裂其实很容易，只要吓他一下，你现在所有生活里面的烦恼都是因为他，然后你就是啊，然后就突然可以打起来。我会告诉自己说，我们音乐人现在更重要。TVBS 看板人物，每周日56台。